哎，美女美女，你这手机是华为 P30 吧？啊。现在都出华为 P40 了，你怎么还不换呢？我换了，你买我这个呀？啊，对，我想买。那你出个价吧，我看看能不能卖。那个300块钱行不行？那这样，500，我还是个学生，你给我算便宜点呗。就你还学生呢？你读的是老年大学呗？你咋说话呢？别说是学生了，今天就算你是畜生，我都不卖。五条，杠，杠上开花，杀，再杠，啊，说咱们今天我就吃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耍了吗，让我体会吧，真爱很多傻。我除了一身才华什么都没有。别这么说，你不是还有一身病吗？我丑又不是病。丑就是病，不然整形医院怎么叫医院呢？有时候问电风扇我丑吗，他能摇一晚上头。你别听他的，他是吹的。我又不是靠脸吃饭呢。靠你也吃不饱。可是我努力呀。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用的，50再好看他也没有100招人稀罕。哎呀，我说你。美女，这车多少钱？要先生23万。18万能不能买？先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别说话，我问你18万能不能卖？不是先生，我们这个车它今天18万能不能卖？闭嘴。能。刷卡。我太难了。不是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帅哥你好，我们这边现在有活动，优惠完之后是16万。他真香啊。就这样被人征服，不在乎又会变粗，吃的时候太幸福，减肥时候太痛苦。来吧，你先。这干嘛呀？双方交战，不得两方领导先见面谈一下吗？还有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车啊？破坏力怎么这么强？我这是啊，碰碰车。啥？这叫千里马。行啊。你别笑。你怎么用我的骑是我的骑啊？这是我养了多年的卧底啊。派上用场了。那这咋一起啊？